是清风，看过的听过的不会是梦，你不说我痛的因为相逢，哭过笑过将往事尘封，如果还能在日出时想起设计，确实让人惊艳。助理也功不可没啊。这是他的专业。还要谢谢林氏集团旗下的奥林公关，给了那么大的支持。怎么了？没事。一个人偷笑很不厚道的。也没什么，我想起了好几年前有一场服装秀，跟今天的服装秀一样精彩。我看过吗？你也看过。是吗？对，好几年前在卡拉 OK 里面，你我一起看过。Summer lover, tell me everything's fading away.Just tell them that it's no longer in 1970. 这些年你好吗？这些年好的坏的都经历了一些，你呢？还好。那就好。其实这些年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有正式跟你告别。简爱，要不你陪我回去一次，就当作是真正的告别。去哪？我们开始的地方，海边。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谢谢。车在那边。我带你去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去的海滩。想干嘛？千万别乱来！千万别乱来！I'm sorry. This is my final offer, okay? Okay. I got a call. Hey. I have your sister. Have $2 million at the ready if you want her life. What? Take money to number 12 Wolf. Blackpool Bay alone at 7 in the evening tomorrow. Do not call, please. Otherwise, I'm having to go cute. You...
Who are you? I'm sorry. I'll call you back. I'm sorry. Julia在吗? 在到红花酒店。你是? 多尼? 奎哥! Juliet, are you okay? Yeah, I'm fine. No proble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Are you get drunk? No, just 下班了，放松一点。你打什么乱七八糟的电话？ 什么电话？ Seems that.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我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简爱小姐，请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Jane, I just saw her. She's not here anymore. Did she go inside? Hey, oh, what?报警！找中国大使馆！快快快快快！千万别报警！为什么不报警啊？我收到了电话是勒索赎金的电话，明白吗？他们要求什么？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我什么都给。多少钱都给？200万美金。不是，他们为什么要绑架简爱呀？他们不是绑架简爱，我觉得他们是想绑架他来。简爱怎么了？啊？ 简爱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不是魏峰老师，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他怎么了？告诉我他怎么了？知道什么情况？什么不知道情况啊？告诉我啊！魏老师，魏老师，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他有事的。喂，怎么样打？尽快给我准备200万美金。 Boss, there was an accident, and we only caught this woman. What about the guy? Fell on the cliffs of the roadside. Is he dead? I don't know. It's me. I have the girl. But the guy ran away. I give you back half the money. Don't worry. As soon as I get the ransom, I kill her.
Lock her down. Mm. 坚持我的想法，先报警，再通知大使馆。哎，不行，都什么时候了？相信我，我一定能处理这事。我相信你什么？李一鸣，我比你更希望简爱平安。你在乎和简爱吗？查到了，是维勒帮助。他们身上全都是有怪兽的纹身。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交集啊。我也没有，跟他们无冤无仇。维诺帮是什么？ 是这边的一个本地黑帮。如果是维诺帮干的话，更不能报警。之前有一些绑架案，有警方介入，他们直接死掉。因为就算大使馆给压力这个政府，但最后还是警方去处理。那这个警方处理的能力和效率，大家应该不用说了。但是看来还是我要出马了。放心，处理这种事，我们驻扎还是有点经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这边已经筹了100多万了。Hello， 上面，你账面上多少现金？告诉我。有40万。好，那你马上打给我，12点之前。我还有三重珠宝，等值的20-20万吧。谢谢。我这边有40万美金，但是我还得要找一下容积的三叔聊一下，商量怎么处理。为什么？ 因为维勒帮收了潜在支票的事，干了不少，所以一定要以防万一。你的容积很熟吗？你忘了，我们朱家是什么起家的？对不起，那个容积遗物是什么？我爷爷已经宽过了8块。Julia， stay here。 过来一下。你没事吧？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弄旧奸爱。你说。押帮的人就是我。那如果明天就去一个公开的地方露面，他们就知道是帮错人了。绝对不行。 为什么？第一，就算绑匪知道绑错人了，也有想尽办法拿到赎金。第二，他们本来要抓的人就是你，所以最危险的是你。他们可能会策划第二次绑架，所以你绝对不能公开露面。你还是在乎我？当然。如果 都约好了，5点钟，黑猪环停车场，荣叔为他二叔到案去，全部带上重甲伙。还是我去送钱吧，你要荣记的人在外围守着。绑匪指定的是我。你要是去的话，不是羊入虎口吗？所以必须我去，在他们眼里，我比简爱值钱。就算赎不出人，或许能拿我去换他。我跟你一起去，你一个中国人，对本地又不熟悉，去了只会添乱。 万一真出事了，不要管我，救简爱。OK， 明白。等我们分头行事，我回公司取钱。好，我送助理回家照顾一下。走。我担心。不用担心。
家里有人驻守，回去吧，注意安全的。李先生，拜托你，一定把简爱平安的带回来。放心，谢谢了。拜托了。 Did you bring money? Follow me. Long, long gone. To steal the boat close. All brothers are ready to board. Boss, here comes money delivery. I've brought $2 million. Hope can keep your word and let it go. Mm.
Aren't you Tony Zhu? I'm Lin Hongjie. No wonder. Your face looks so familiar. We tried to catch you and you managed to escape. And now you came to me by yourself. What is funny that now I don't have to give back half the money. I will keep it all. I had expected that you won't let me go before I came here. And still you came to me. I'm here to make a deal with you. I'll be the hostage in exchange for her. And you can keep the money. No, I keep all the money. You and Julie stay here. The woman you've taken is not Juliet. What did you say? She's a client of mine, a Chinese who came here to run her business. You'd better let her go. Nobody can help you if it prompted a diplomatic row. Don't ask for trouble. Lock them all in the side room! You are lucky. You can go out now. No, I stay. You're 傻了. He leave, I leave. He and I will die together. No, let her go. 你别傻了。不，我不走。会死人的。我跟你在一起，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你别废话了，赶紧走。Let go. 告诉你老大，要放，我们俩一起放走。要撕票，我们就死在一起。Hey, stop right there! Then you both wait here to die together! You 这是何必呢？你真不怕死吗？你真想跟我一起死吗？你不也做好了准备吗？
是警察来了，托尼派人来了，托尼。 手在流血，你受伤了？之前滚下山的时候弄到的，皮外伤而已。不行，他一直在流血。放心，就没事，我没事，走吧。 救护车到了吗？爸，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你记得给我开两台车在救护车前面开路。行。贾爷有消息了吗？喂，是不是贾爷有消息了？哎呀，你快说！啊，是不是贾爷有消息了？你快说呀！ 没事了，但朱丽叶受了重伤。啊，朱丽叶也去了。谢谢。我听说多亏你出手相救，我才能平安回来，特地来谢谢你。哎，不用谢我，我也是帮自己而已。因为你跟我合作这么深，万一有什么意外。 损失的都是我的生意啊！你一开口就是生意啊！没办法啊，谁叫我是一个生意人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意聊聊天啊，就像朋友一样。我们现在不就是朋友吗？也是生意上的朋友。你只有生意上的朋友吗？是啊。那我不知道是应该敬重你呢，还是应该同情你。我也不知道。啊，打扰一下，老板，时间到了，我们该出发了。OK， 好了。你还有事情啊？哦，没有，本来这个时间去看朱丽叶。嗯，没关系，我们聊我们的。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看他。Why not？ 可。好痛。怎么？还很痛啊？不是伤口，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哪里？要不我叫医生吧？医生没有用。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耿耿。你说我跟简爱，我跟大度已经过去了。那天晚上你们两个单独坐一个车，你们去做什么呢？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去海边，然后彻底跟我们的过往告别。告别需要去海边吗？是不是太浪漫了？真 ，Where are you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我跟简爱都非常明确的清楚，我们彼此只是一个老朋友。而你为我挡了一枪，差点连命都没了，我只能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背着你。真的，知道吗？还是叫医生吧，啊。嗯，不用。Please, some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me. 什么 ？Kiss me. 怎么，今天觉得怎么样？感觉很好。看得出来了。杰小姐来探你。朱莉，祝你早日康复。谢谢简小姐。对了，前两天警方问我，可朱莉叶有没有跟维罗邦有过节？我说什么都没有。警察说是因为我们最近太高调，可是我这都算高调吗？那以前天天上头条算什么呢？高高高调。我警方这次捡了个大便宜，在邦加朵找到的证据帮他们破了之前很多没破的绑架案。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好，你说。Hello, excuse me, ma'am. It's time to change your dressing. Can your room please leave? 那我们先出去吧。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什么？我被绑到岛上以后，我听到维诺邦的老大在打电话，当时我太害怕了，没有听清楚内容，但是那个口气像是在给一个人汇报，所以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如果这个人不抓到，你跟朱丽叶还是会有危险。
这么说，维诺邦不是求财？怎么可能？而是背后有人指使。好，就这样。嗯，拜拜。我认为是这样。后面一定有人。哎，你们两个在聊什么？说中国贸易政策调动的事情。忘了是吗？其实也没什么。他们主要是针对一些高能耗啊、高污染啊、一些资源性的产品吧，反正会引起一些贸易摩擦的一些产品，跟我跟简爱影响不大。忙，忙着经历波澜，忙着积攒勇敢。漫长的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修炼的坦然，不管不顾的平凡，被迫的善良，解读着遗憾，就算远。灰暗，只为转弯的曙光。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修炼的坦然，不管不顾的平凡。